这个五彩凤凰灯啊更大更亮一点，但是呢有些过于沉了，这一般的姑娘都提不动。姑娘真是有点东西啊。有点，但是不多。你这灯够亮吗？这儿这么多人，万一我的意中人他看不见怎么办呀？姑娘的意中人今年高寿啊，是不是眼神不好？别说了，你这辆车我买了。哦，姑娘您真是美若天仙啊。成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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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这车有点沉啊，你一个人推会不会太勉强了？不勉强，我就是故意在人群中走丢，让他来找我。这么多人，他要是都能找到我的话，那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天定了。嗨，姑娘，你买下我这整座灯车，这岂非有作弊之嫌？你这样一来，不就成人定了吗？古人有云，人定胜天。哼，这别的都成啊，可缘分呢，只要心意相通，那自然会长长久久。姑娘无需过于执着。我偏要执着。行，祝你好运。人定天定，这缘分我都要定了。